是啊，那时候多威风啊，眼睛一眨，格格就成了犯人了，真是奇怪啊。所以说啊，这民间格格就是倒霉，做错一点事儿，说砍头就砍头。什么时候听说过正牌格格砍头的事啊？是啊，就是说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哦。是啊。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我们死。哎，哥哥，我觉得这儿的死很有气派，简直是那个轰轰烈烈。哎呀，砍头痛不痛我也不在乎，死就死呗。让我们勇敢一点，千万不要掉眼泪，知道吗？有这么多人看着，让我们的演出精彩一点。我们唱今天天气好晴朗。好啊好。今天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，好风光。蝴蝶儿忙呀，蜜蜂也忙，小鸟儿忙着，白云也忙。马蹄间的落花香，看看啊，他们看歌哎，一点都不怕呀，好勇敢啊，好，比来了都强。响叮当，这夜歌唱，那夜歌唱，风也唱，这水也歌唱。格格都是大英雄豪杰，爱打抱不平的，在宫里做了很多好事，这样的好格格还要拿去砍头，那太没天理了吧。是啊。绿叶茫茫天苍苍，绿叶茫茫天苍苍。骑射的受害人，谢谢你为我们除害了。我想我们的故事已经传开了。Thank you.
是我们民间格格，代表我们民间，请皇上顺应民意，饶格格不死，饶格格不死。看看可不可以刀下留人？是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先等一等，说不定会有转机。金长官已经派人回去了，队伍也停下来了。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。韩香，你是为了我们回疆到北京去的。我们回民的女子多么勇敢呀！你不要再别扭了，爹你以你为荣啊！
要追了，让他去吧，让他走吧。继续出发，走。当大队人马继续走向北京的时候，小燕子、紫薇、永琪和尔康正在汇宾楼里忙得兴高采烈。他们绝对没有想到，在北京郊外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奇女子，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近他们，将要带给他们无数的风风雨雨。哎呀，哎，紫薇，紫薇，啊，快来看怎么样？这个画太漂亮了。刚想好的。怎么了？好啊。什么事儿？没事。怎么了？放哪里呀？哎，凳子，放楼上，放楼上。好。放楼上。哎，别踩着了。放那边，放那边，放上面。那边呀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左上角那缺了一块，哪那儿啊？哦，哎，小燕子，你小心别摔下来了。我的轻功啊，已经到了神仙画画的地步，怎么可能摔下来呢？什么神仙画画啊？那是出神入化。哎，你不是在教的成语吗？嗨，不教还好，越教越糟。他那个牵强附会的本领啊，我都不能不服。管那什么画呢？我来画壁画。哎，咱们这个贵宾楼啊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有你们这样高贵的人给我们装潢，简直不得了了。可惜呀，尔泰和赛亚去了西藏，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这个盛会啊。还说呢，差一点就该你去西藏了。差一点呢，是另外一个人去西藏了。你在说永琪吗？说不定他很想去西藏呢。听说赛亚还有个妹妹呢。哎，现在你说的顺口啊，当心有人化力气为蜜蜂，你一头包的时候别找我们求救啊。哎，尔泰结婚都去西藏了，怎么皇上还不让你们两对完婚呢？就是嘛，华玛一点都不体贴人，还说要多留他们两年，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公主。你说什么？小七，你啊，什么公主急啊，我们俩才不急呢。好好好好，你们不急我们急，行了吧，别再跺脚了。本来啊，我还想封一个王给柳青做呢，偏偏柳青什么王都不肯做，只肯开个酒楼。不过我封王的权利还差那么一点儿。能开个会宾楼啊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这个地方啊，以后就是你们在宫外的家，这几间客房呢我给你们留着，说不定啊你们哪天可以用得着呢。我们呀还可以把小豆子跟白丫头接过来住啊。小姐，现在我们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，就算是被抓住在会宾楼聚会也不至于被砍头吧。我想啊，我们的头大概是不会丢了，不过常常出宫还是不太好的嘛。就是就是，尤其太后要回来了，大家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哎，晴儿会一起回来，你有没有跟她备案一下？晴儿回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哼，你说没事就没事，我可警告过你喽。君子坦荡荡，我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啊？啊没什么没什么。我们在研究这副对联。好了好了，屋顶大功告成了，我砌这个栏杆了。嘿，嘿，刷红颜色的油漆吧。
哎呀！写的怎么样？旗展春风，天上一星长月彩，杯邀明月，人间万湖尽消愁。好，写得好，既有气势又有诗意。有星有明月，谁说的？万一阴天怎么办？而且咱们这儿有屋顶，根本就看不到明月，太不现实了。这万斗什么意思啊？万斗？哎，你下来吧，我看你又要说话，又要刷油漆，还要在那么高的栏杆上面跳来跳去的，看起来危危险险。你下来，我解释给你听啊。好吧，说下来就下来。小燕子来也。你怎么搞的？哎呀小燕子，你这哪是在砌房子，你分明是在砌我们嘛。你呀、可真是越帮越忙。两位哥哥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太后提前回宫，现在已经快到宫门了。高公公说让你们和五阿哥尔康少爷全体都去太和殿前接驾。天哪，哎，大家快去换衣服弄干净吧。哎，这下十万火急了，小凳子小镯子小顺子赶快准备马车。驾驾，走走。待会儿我们从后面的神武门进去，你们两个直奔书房寨。金锁，你要用最快的速度让两个哥换好衣服弄干净了。我想现在宫门那已经跪了一地的人了，待会儿你们弄整齐了以后呢，就悄悄地溜过去，跪在格格和娘娘们中间，越不起眼越好，知道吗？哎，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见太后，现在这么匆忙，万一给太后抓住了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我们两个会跪在阿哥中间，你们千万不要东张西望地找我们，管好自己就好了。哦，还有老佛爷对格格的要求很高，最不喜欢格格举止轻浮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哦。如果来不及，就宁可不要去了，让小凳子小镯子给你们报信吧。那个太后那么严厉啊，看我们还是不要去了。那怎么成？高公公已经指明让我们大家都去，谁都逃不掉了。五阿哥，你别乱出主意，待会儿弄巧成拙。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不是说太后还要好几天才回来吗？我们现在弄得措手不及又乱七八糟的，该怎么办呢？早知道就不要出来了。小桌子，小凳子，再快一点！扎扎扎！皇后，皇太后回来，一切局面等于重新开始。你可要把握住机会，可不能让那两个格格再骑在你的头上。我的心已经死了，那两个格格我也认了。自从上次在书房斋，紫薇在皇上面前替我求情，我就认命了。皇后，
深宫里最忌讳认命。皇上要杀你，权宜之下和紫薇修好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可是现在局面不同了，皇上迷糊，皇太后不迷糊，好歹你也要为十二阿哥着想啊。令妃又怀了孕，万一生个儿子，她的气势就更大了。福伦一家那图谋你是心知肚明的，令妃外有福伦一家帮忙，内有还珠格格和紫薇帮忙，真是个心腹大患。你说的是，我不能就这样轻易的被打倒，我不能认命，即使不为我，也要为十二阿哥着想。走吧，必定是太后指定的皇后，就是皇上不在乎我，还有太后。皇后说的对，就是这句话。油漆它根本擦不掉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松香油试试看。来，哎，去！哎呀，哎呀，好难闻呐！可是这个松香油有很强的味道，人家的格格都是香喷喷的，咱们的格格浑身松香味儿，太后闻到了不是会觉得很奇怪吗？哎呀，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总比啊满脸油漆好吧？哎，这老太后在五台山吃斋念佛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呢？哎呀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你看脸上都是颜色，我来帮你擦干净啊。不急了，老佛爷的轿子已经到了宫门口了，大家都到齐了，全都跪在太和殿前面啊。两位祖宗，快走吧，带点油漆也没关系，总比不去好啊。我们用跑的，我拉着你，尽量快跑。哎，小燕子，你旗头还没带啊？来，小燕子，赶快戴上。好了，走吧。老佛爷驾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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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佛爷
风啊！回老佛爷，这是吉兆，紫气东来呀、啊。皇娘，儿子没有出城去迎接，实在是不孝极了。皇帝这是说哪话啊？你国事够忙的了，我有这么多人伺候着，还有你亲自迎接吗？何况还有晴儿在我身边呢。这次皇娘去五台山吃斋，去了这么久，真是辛苦了。我去为皇帝祈福，为咱们大清祈福，没什么辛苦的。晴儿给皇上请安，皇上吉祥。好，晴儿，幸亏有你陪着老佛爷，让朕安心不少。朕应该好好的谢谢你才对啊。皇上这么说，晴儿真是受宠若惊了。能够侍奉老佛爷，是晴儿的福气啊。起来吧！谢老佛爷。皇后好像轻瘦了不少，身体还好吧？谢老佛爷关心，我很好，很好。好消息，怎么也没人告诉我。回老佛爷，臣妾不敢打扰老佛爷的清修。有喜事，怎么算是惊扰呢？就是新进宫来的还珠格格和明珠格格，还不赶快向老佛爷请安！哎呀，紫薇叩见老佛爷，老佛爷吉祥，老佛爷吉祥。原来这就是那两个民间格格啊！老佛爷，您还不知道吧？在您离开宫的这段日子里，宫里最轰动的事儿。就是这两个有名的民间格格了。出现的惊天动地，这下好了，给太后的印象一定深刻极了。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弄得糟糕透了？怎么样才能扭转太后对我们的印象呢？我就说了，干脆不出现还好一点。这么多人跪在这里，像小蚂蚁一样，老佛爷又不会一个一个去找。哎，
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们不要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，不过一个老太太嘛，还能把我给吃了？皇帝，这真假格格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这一路上听到民间街头巷尾传得绘声绘色的，皇室里传出这种故事，让老百姓作为茶余饭后的笑话，会不会有失庄重？我刚才见到了这两位格格，实在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呀。皇额娘教训的是，其实这件事儿是儿子年轻的时候犯的错误。当年朕在济南辜负了夏雨荷，不料想他的女儿紫薇却千里迢迢的到北京来找朕，那阴错阳差，朕又误认了小燕子为格格，那就天下大乱了。好在现在什么都明白了。真的弄明白了吗？这种大事可不能糊里糊涂的。皇额娘真的弄明白了，绝对没错。这两个丫头实在是各有各的长处，朕太喜欢她们了。朕已经封了小燕子为郡主，可是在宫里人们习惯叫她还珠格格。朕也封了紫薇为明珠格格，可是大家叫她紫薇格格。皇额娘，就算是儿子为您添了两个孙女吧，朕相信您也会像朕一样的喜欢她们俩。刚才她们俩是失礼了，朕想大概是因为想见老佛爷太紧张了吧。听说你把小燕子指给了五阿哥是吗？是。太性急了，等我回宫再指婚也不晚呢。这儿女婚姻是件大事，只怕那个民间女子委屈了五阿哥。母亲有所不知，这个小燕子就是因为来自于民间，所以身上才具有那种淳朴奔放的气质。这种气质在任何贵族身上都是找不到的，加上永琪向往自然，不拘小节，依朕看他们两个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这说法听起来可真有点新鲜啊。咱们满人注重的是血统，这贵族的血统是祖宗传下来的，是咱们的骄傲啊。老佛爷，那位还珠格格确实是人见人爱，她的身世不明，不知道父母亲究竟是谁，说不定是满人，也大有可能。啊、哦？连父母是谁都不清楚？这故事太长了，其中有很多曲折，等皇额娘休息好了，朕再慢慢的跟您说。我倒听得好奇起来了，皇后。你怎么说？老佛爷，臣妾人微言轻，两位格格深得人心，臣妾也不敢多说什么。在过去这段日子里，已经是说什么错什么，得到过很多的教训。皇上的看法和决定，一定有皇上的道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我倒想听听这个故事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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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就不要再一直教训我了，我也很想给太后留个很好的印象啊，谁知道我这样离谱啊。你们不说啊，我也知道太后是个很厉害的人，可是你们说连皇阿玛都怕她，那我可不相信。皇阿玛是天底下最大的人，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。你最好相信我的话，绝对不是唬你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毛毛躁躁了，好好的听我说，好不好？今天这场见面，太后对你们两个都充满了好奇。等到她弄清了你们两个的底细，她就会马上召见你们。今天不召见，明天也会召见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们心里一定要有个准备。小燕子，尤其是你，见了太后，你不要像见了皇上那样随便哦，要把容嬷嬷教你的那些规矩都拿出来。该行礼的时候不要忘了行礼，不该说话的时候千万不要乱开口说话，否则啊，你又有麻烦了。哎，要不然你就看着紫薇的眼色，所有的礼节跟着她学就对了。哎，别跟我学了，我自己也很紧张啊，闹了这么一场笑话，我已经很懊恼了，
如果再见到太后，我说不定吓得什么都做错了。哎，你不可以什么都做错，一定要镇静。想想当初你第一次见到皇上也没有失态啊。我看你最好是根本不要开口，所有的问题都让紫薇帮你回答。那怎么可能呢？如果我变成跟紫薇一样，那我不就是紫薇了吗？连皇阿玛都允许我不学规矩，又来了一个太后，要我把容嬷嬷教的规矩啊都拿出来。哎呦，我看呢，我还是趁早离开这皇宫，我的惠宾楼去，帮柳青端盘子去。哎，又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皇宫了。小燕子，你还是听听大家的话，赶快学起来吧，要不然啊，小姐又要跟着你遭殃了。哎，你的旗头还没有戴好，我来帮你戴好啊。就是就是，小燕子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知不知道厉害啊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金锁，快去拿我的贵缎绒衣啊，多拿两副。我跟紫薇啊，先武装起来。明月彩霞，快去拿去拿，多拿一点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看着磕头下跪的老花样，是一定逃不掉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两位格格，还是让我来给你好拿来。我不要用这个东西。小燕子，你不要忙那个贵的容易了，还是听听五阿哥跟尔康的话比较要紧呢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我到时候见了太后啊，我就什么话都不说，当我自己是个哑巴。那也不成，如果太后指明让你回话，你总不能什么都不说吧。对，你要随机应变。太后喜欢行为端庄、规规矩矩的姑娘，你说话慢一点没有关系，不要想都不想就冲口而出。哦，还有，说什么之前，都先在心里琢磨一下，想清楚再说。嗯。哎，最好在每句话前面都加上一句：“回老佛爷，礼多人不怪，知道吗？”奇怪，她明明是个老太太嘛，为什么叫她老佛爷呢？她跟佛爷什么关系啊？不是男人才叫爷吗？哎，你不要议论好不好，专心一点嘛。你不要听，我还要听啊。好啊好啊，听听听，看，就会绑牢了，不会掉了。哎哎哎，快起来，哥哥，快起来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哎，你不要故意左跪一次，右跪一次，知道吗？我才没有左跪一次，右跪一次呢。我最不服气的就是下跪了，人的膝盖是用来活动和走路的，又不是下跪的。我就是不明白，这皇宫里的人为什么都喜欢别人磕头下跪呢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到实在不行的时候，我就下跪。嗯，不知道这七十二计里面有没有跪为一计？哎，三十六计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。原来是三十六计啊！哎呀，我给多加了几计，也不错啊。等到我七十二计行不通的时候，我就用三十六计。你什么计都不许用。你看。这个跪的容易拆下来吧，不然膝盖上肿那么两个大包，行动怎么会方便呢？哎呀，你们真啰嗦啊！太后有什么了不起啊？皇后那么厉害的人都拿我没辙，你们啊就不用担心了。我是那个什么人什么天，哎，每次都是要死不死，现在啊也死不掉。嗯，这也是个毛病。不要说我是什么这个什么那个，这成语啊，会说就说，不会说就不说。要学会藏拙，懂吗？哎，藏着，我这么大一个人怎么藏呢？藏到哪儿去呢？我上次藏在桌子底下，还是被皇后逮到了。天哪，这别喊天了，天没有塌下来，都被你们两个叫下来了。太后有旨，太后娘娘传《还珠格格》《紫薇格格》立刻去慈宁宫跪话。啊，这么快！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没事儿，吵吵小架，反正醒着也是醒着。Thank you.
就是这个姑娘。谢谢你，的确。